看一下我的早餐。你喜欢的慕尼黑 Weissenwurst。你感觉出来了，媳妇的紧张是吧？紧张可不也是紧。雪驾是正式上线。你很慌吗？我操，慌的一样。佩斯喽，然后这个是相当于一个酒店式的公寓，这边有小客厅，然后这边是一个、大双人床，又要孤枕难眠了。然后看一下浴室，还有浴缸，不错吧？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，拜拜。